英国王室齐聚白金汉宫阳台欢庆国王查尔斯三世登基后首个官方生日，约70架军机飞过，在空中排出国王名字缩写 CR， 相当热闹。查尔斯三世穿上军装，戴熊皮帽，骑马主持军旗敬礼分列式，非常帅气。同样吸睛的就是凯特王妃，一身绿色裙装搭配大圆帽，优雅迷人，也被认为是在向已故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戴安娜王妃致敬。Over 1400 soldiers parading, 200 horses and 400 musicians. 古灵精怪的路易小王子也再度成为焦点，捂着嘴打喷嚏，模样呆萌，还一度因战机声音太大直接捂住耳朵，接着他又嘟起嘴巴，双手往前举，好像在骑摩托车一样，好像一刻都停不下来，右手敬礼，左手搔头抓痒，更是把生日主角爷爷的风头都抢走。坐上马车后，路易更被捕捉到超萌表情包，而且相比哥哥乔治坐定位后安静稳重，路易王子坐立难安，频频起身四处张望，似乎对周围一切充满兴趣。记者综合报道。